最後100米到啦，遨游起跑，佢好有機會贏出呢場賽事。最後100米，永遠美麗走甩咗一個身位，中間位置上有紅運帝王，出面金槍60，埋面位置仲有啲遨游起跑，接近終點，富為保險，冠軍一理賽係永遠美麗。我想跟你啊！最後200米到啦，越進歡欣逃出，埋面閃色輝煌上拼上中，出面追嘅馬咧，仲有美麗同向標誌銀河接近終點啦，越進歡欣接之，外邊標誌銀河似乎好有機會冚曬啊，又贏多場。